家兄弟了。算袂歹啊啦，人潮算花花有啦，只是讲最近啊有一寡较负面的消息啊咧。当然，咱会希望政府啊，咱辅导啊，咱正常作业安尼啊，啊，大家会当安尼拼一下经济。现在才五点多啊，生意好不好？好哎、欸，还不错哎、欸。人超级多。晚一点更多人。嗯。还有没有希望这边茶叶市做起来，带动这边的发展？当然是希望啊，希望它会也可以带动嘉义的发展，然后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嘉义市有没有？对啊。还有没有让市政府帮忙辅导一下，让大家都在这边？当然有啊，有信心，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希望啦，你想，就是协助我们啊，然后就是协助我们，就是不要就是让那些传闻，夜市的传闻就是击倒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帮忙我们，可以去宣传我们嘉义市这个好不容易可以用起来的大观光夜市这样子，对啊。嘉兄弟好，算袂歹啊啦，人潮算花花有啦，只是讲。最近啊，有一寡较负面的消息啊咧。当然，咱会希望政府啊，咱辅导啊，咱会当正常作业安尼啊，啊，大家会当安尼拼一下经济。哎，老板，现在才五点多，人潮怎么样？人潮今天蛮棒的，而且明天还要上班，这个人潮刚好天气好了，对，人真的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夜市如果发展起来，对计划比较发展的。当然了，因为其实交通便利。外县市要来也方便啊，快速道路，还有好停车。哎呀，哇，那个一个两个啊，那个一个三个啊，很少钱，很少钱。先收钱，收钱，你弄好这边，来谢谢。先收钱，先收钱，来几个弄好收费，三百，一送二，是这边你其他十块块那边得不？关湖美夜市违规的部分，昨天已经通知业者到市府确认了解规定，重申请业者立即停止营业，市府绝对依法就办，绝不宽待。